郎朗为吉娜庆生，成龙为张灵芝庆生，姚晨为袁弘庆生，郑爽也生日。本月23日是张灵芝33岁生日，丈夫成龙发文为其庆生，背后的女人生日快乐，并配上两人的甜蜜自拍。照片中张灵芝藏在成龙身后，仅露出一只眼睛，成龙则在前露出舌头对镜卖萌，看得出两人十分恩爱。8月23日同样是袁弘37岁生日，姚晨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为其庆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姚晨是电影《送我上青云》的监制。据悉，此前袁弘曾透露自己零片酬参演该电影，仅仅是因为喜欢这部电影，为这部电影的情怀买单。网友们看到这样的友情，直呼非常羡慕。不过袁弘过生日，张歆艺给袁弘庆生没上热搜，姚晨给袁弘庆生倒是上了热搜，谁能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呢？